氧气化的液态丙烯，沿着城市的排水管线快速扩散，导致绵延数个街区的大型爆炸，15楼高的火球直冲天际，行人被炸飞到楼房屋顶，车辆掉进路面，突然出现了黑洞，有些家庭被炸碎了，有些鬼魂永远回不了家。大叔大伯的提供白啊，原谅我，原谅我。清醒时，如潜在深深的海沟的深深里。もうお母さん、もう少し考えさせて。どうかご心配。こんな話何度もしないで。我时常在想，如果还能吃到秋刀鱼，那就无可挑剔了。仗义，义气，吃把饼干就去。松饼，红油烧，叶子面包，绿豆，铁把头。蜂蜜蛋糕，鲷鱼茶泡饭。Okay.
小妈咪是不是就是叔叔离开家的原因？我是小仔，当时的职工。讲到阿凯跟妈咪，就要讲到他们分手的原因。工作很顺利，跟男友也很稳定，找机会出来吃个饭嘛。夜店就算了，不适合我。留下。转回戏班，
什么是什么让我心悠悠？哎呀哎呀，我有你好烦呀！
现在坐在一条单帆布的渔船。观想水手，请你准备好，请你导致你那边的方向，可以吗？不要摸鱼哦，这是生命的关头。Hey, Mom, because the cancer, if you can come down a bit and chikwa, Amidohui, then it will be helpful. Mom, Amidohui, helpful.我在星星
水行